刘家还有回路是一个大队开起来，女坦先被秒杀了，蜘蛛飞天之后没有被击杀掉，现在残血的蜘蛛要向后逃一下，鱼人打出了一个春哥，现在皇族五个人，五人围住这个中路的幼儿园，鱼人也被击杀到，如今拿到一个 double Q， 现在持续的输出，跟维鲁斯对 A， 直接闪现到脸上，跟维鲁斯直接配合着这个天使的一个输出，收掉维鲁斯人头。现在三个人倒下了一个 Fnatic， 已经很难守住这个水晶跟基地了。下路的水晶啊，皇族没有打算推，直接扛着这个门牙塔。圣直接顶上了门牙塔，这里皇子一个出来，一个二一 Q 二连被这个圣强迫之后牺牲掉天使，可是皇子也未能够阻止皇族最后一波的一个推进，恭喜皇族一个大翻盘，恭喜他们在逆风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